大家好，我是程序员鱼皮。前几天我分享了自己创业1周年的复盘总结，其中提到了一点，随着团队的扩大，我们会更注重研发规范和技术沉淀。有朋友就问了，啥是研发规范？还有朋友好奇，你们才多少人，还用得着研发规范吗？还有朋友表示，鱼皮你别拿咱当外人，把你们公司的研发规范发来看看，学习学习。啊，当然没问题。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小公司啊，鱼场的研发规范。其实刚开始啊，我们也没有规范，但是随着踩的坑越来越多，我们的规范才一步一步完善。哎，哪有什么生来坚强，不过都是百炼成钢，愿你历经沧桑依旧保持善良。现在的我认为啊，每个团队无论规模大小，都应该有研发规范，只不过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制自己的规范，别人的规范呢，仅供参考，未必最适合自己的团队。那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把研发规范分为几类，重点讲以下几个部分。先来讲项目整体研发流程，分为9个步骤。首先，团队共同确认目标和规划，开会讨论，产出目标和规划文档。比如，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多少人力做一个什么类型的产品。然后呢，我们要做产品调研和需求分析，需要产出调研报告和需求分析文档。这一步的目标是要确认我们做的产品的价值以及核心功能，而不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接下来呢，就要开需求评审会，明确要做的需求和工作，评估工作量，并确认工作时间节点，防止大家在不理解需求、没有时间概念的情况下盲目动工。明确需求后，我们要做方案设计，包括输出方案设计文档，比如数据库表设计啊、页面设计啊、接口设计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总是被新手程序员忽视的环节。想清楚怎么写代码，比写代码本身更重要。接下来就要进入开发了，包括自己写代码、待月测试、前后端联调等等。开发完成后呢，要进行测试和验收，包括研发自测、产品验收、负责人验收、需求方验收等等。接下来需要提交代码，可上线的代码呢，都必须要由负责人审查代码的质量和逻辑，审查通过后才可以合并上线。上线主要就是将代码发布到服务器上，上线之后呢，需要发布上线通知，并且更新上线记录文档。注意，上线后一定要自己验证一下。最后就进入了产品迭代的过程，我们需要持续收集用户对新功能的反馈，并进行数据分析，从而验证改动效果，便于下一轮的更新迭代。那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团队并没有遵循这些流程，但踩坑多了才发现，以上的流程真的是缺一不可。因为我们不做需求评审，团队就出现过一句话需求，做完了之后发现根本用不上。那因为不做方案设计呢，开发同学代码写到一半儿才发现。啊，我理解错了，怎么比我想的复杂那么多？导致项目延期。因为不做代码审查，开发同学成功上线了影响收入的 bug，并为项目贡献了永不凋谢的十三代码。因为上线后没有验证，导致有些 bug 需要用户帮我们发现。用户可是上帝啊，这种事情怎么能交给上帝来做呢？好，下面分享我们的开发规范。开发规范可不仅仅是写代码那么简单，我把它分为开发前注意事项和开发中注意事项。首先，在开发前，我们要确保自己充分理解了业务和需求，需要先进行整体的方案设计，尤其对于重要需求和核心业务，我们必须先跟组内的同学核对方案并通过后，才能下手开发，避免重复工作。第二点，先熟悉项目再开发，建议仔细的阅读项目文档、项目代码、接口文档，前端还要阅读组件文档等等。第三点，慎重引入新的依赖或类库，或者升级版本，重大依赖变更时需要和组内其他成员确认。那之前我们团队就因为盲目升级了前端组件库的主版本号，导致 UI 全部错乱。第四点，熟悉团队已实现的功能和代码，尽量复用，避免重复开发。第五点是熟悉团队内部的研发规范，并在 IDE 中进行相应的配置，比如前端可以配置 ESLint、Prettier 等等代码规范插件，利用程序来帮我们遵守规范。接下来是开发中的注意事项。第一点，开发新功能时，我们要确保从项目仓库拉取最新主分支的代码。不要把别人开发到一半的代码拉下来了。第二点，每个功能都要新建自己的分支进行开发，千万不要直接修改主分支的代码，因为主分支通常是稳定版本。第三点，开发时尽量复用现有的功能、模块、类、方法、对象代码，有现成的代码就不要再重复编写。如果没法复用，那么可以适当通过注释去说明。第四点，开发时我们要遵循团队内部的研发规范。尽量参考现有的项目代码的写法，尤其是不要使用和原项目不一致的格式命名写法，避免特立独行。第五点，开发过程中有任何不明确的地方，不要凭空猜测，及时去联系项目的其他成员或负责人确认。尤其是对于刚进公司的新人啊，很多你自以为可以优化的代码，
可能修改后就出现了一连串连锁 bug，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嘛，代码能运行就不要动它。第六点，在开发过程中，建议每隔一段时间就同步一下最新的主分支代码，及时了解代码变更，防止合并时出现代码冲突。第七点呢，开发过程中注意整体时间进度的把控，先完成再完美，有风险也要记得及时反馈。第八点，开发时需要格外注意对异常情况的捕获和处理。很多刚进企业开发的同学啊，估计是做教学项目已经习惯了，都不太会注意到这点。第九点，每个分支尽量保证纯净，尽量减少每次开发和提交时改动的代码量。建议呢，每次开分支只改一个功能、bug 或模块，不要把多个不相关的功能写在一起，并且非必要不修改。这样做有利于提高代码审查的效率，也能避免很多功能一起上线导致的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完成部分功能开发后一定要自测。注意，一定不要在线上测试，一定不要影响线上数据，尤其不要在线上压力测试。第三部分是代码提交规范，也就是写完代码后需要遵守的一些事项。第一点，只有通过测试和产品验收的代码才能够申请合并到主分支，要保证主分支的稳定可用。第二点，合并到主分支前一定要完整阅读3遍自己的代码，避免不规范的写法和无意义的改动。那之所以有这条啊，是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写完代码后自己都不看，而且经常会有大段的格式化，导致审查代码的同学很痛苦，可能发现不了潜在的问题。第三点，每次合并尽量只专注于一个功能或改动，避免多个功能耦合在一起合并，提高审查效率的同时呢，降低改动风险。第四点，每次提交时需要在 commit 信息中提供代码改动说明。还可以通过关联需求文档、测试用例、方案文档、效果截图等方式进行补充说明。这样做可以让代码审查者更快地理解本次提交的意义，也便于后续对项目研发的复盘。commit 信息可参考约定式提交文档，但不做强制要求。第五点，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所有的代码必须经过至少一位项目负责人的代码审核通过后才能合并，并且只有合并到主分支的代码才允许发布上线。以前我们团队是没有这些的。但后来发现呢，项目代码的质量越来越差，越来越多的用户反馈线上有 bug，甚至团队内部的开发同学都觉得代码烂了，我们才慢慢加上了这些规范。果然啊，大公司之所以要有这些流程和规范，那都是有道理的。最后要分享的是上线规范，上线也是一门艺术，里面的门道也是很多的。先聊聊上线前的注意事项。第一点，上线前需要严格验证功能特性能否正常运行，并且除了符合需求外，还要格外关注程序的健壮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第二点，除非特殊情况，只有经过产品验证的功能通过代码审核的主分支代码才允许发布上线。第三点，除非特殊情况，尽量在工作日上线，建议是周二到周四，保证上线后出了问题也能够及时修复。那上线并不是终点，上线后也有很多我们需要关注的事情。第一点，上线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再次进行完整流程的测试，尤其要重点关注和权限相关的功能测试，不要让用户钻了空子。第二点，上线之后呢，要在群内或者组内及时同步上线信息，通知其他成员，出现问题时也需要立即反馈。第三点，首次上线后呢，我们需要给应用项目及时配置监控告警，不要每次出了问题都让用户来提醒。第四点，上线验证通过，并且经过内部成员确认之后，可以在外部用户群发布版本更新公告，告诉大家，哎，我们又发布了新版本，欢迎大家来体验。第五点，项目上线后也要记得及时补充完善项目的更新记录文档。注意，上线并不是终点，上线后的一段时间，一定要持续观察自己负责的功能能否正常运行，持续接收用户的反馈，通过数据分析等手段来观察新功能的效果。期间如果有任何问题，也都需要及时修复和处理。对小团队或者项目小组来说啊，上面这套规范基本已经足够了，可以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那如果觉得本期视频有帮助，还请给鱼皮点赞、收藏、3连支持啊！欢迎大家关注我，获取更多编程小知识。我们下期见。